先开始尊重。当你瞳孔时刻闪躲，爱上一个人真的会为他做很多疯狂的事情，但谁知道这只是搭乘纸飞机在雨中穿梭的旅程。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是 Go to Yours 演出林俊杰在2012年的作品。他们乐团的编制有一位主唱，一把笙，两把电吉他，以及一个木箱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中西乐器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 Go to Yours。Thank you.